到群岛各地拍摄之前，矿业传讯的员工气势如虹，展现了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决心。没有时间了，我们要节目中，陆江和钟晴分别带领两组艺人到多个购物中心和祖屋区进行相貌大搜寻，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寸步难移，逼得由幕后工作人员组成的拉拉队不得不当起艺人的临时保护墙，艺人才能突破人群继续拍摄的工作。工作的时候也不能看到艺人为了迁就时间就地解决午餐。除了常见的主持群，有频道的新闻主播也参与了这个活动。今天真的是很开心，而且呢我们觉得新加坡的观众真的是特别的热情。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俩平时也是分一部分精力去报新闻，但是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好像有更多的时间跟其他的艺人一块合作。像我们走出户外跟大家做近距离的交流的话，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希望以后可以多多参与。一直以来都有看就是全新总动员，不过自己都没有真真实实的尝试做去做这种活动，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全新的经验，而且很开心。跟我觉得是跟自己的一个大家庭一起出发旅程，都又跟爱心就一岁，所以自己还是小 baby， 所以受到大家的肯定跟欢迎，我觉得是值得高兴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而张玉华偶像魅力不凡，水果上留名，我第一个签名的哈密瓜，全新总动员贺台庆 You and I 绝对有条件，星光熠熠别开正面，全岛全民参与的全新总动员贺台庆将在5月26号晚上8点由频道全岛精彩播映。